帅，谢谢你，一个黄渤帅哥了。别，对不起博哥，对不起博，对我就是狗，对我就是狗。B 站弹幕那么多，脸都挡没了。不当演员的话呢，会叫什么？会当个 UP 主，四个字，这是什么？一键三连。对，让粉丝给你是打什么？打胸口啊？不是，哎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们是真的狗啊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尼奥看，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著名景点 B 站大楼啊。今天我有一个十分之艰巨的任务，那这个任务什么呢？就我就先不说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等这位朋友的到来，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揭晓这个挑战到底是什么。还是在说。我只是他的好朋友啊，交钱他凶老子、啊、欢迎彭彭啊，好了来，这是我们 B 站给你准备的公开啊，好了，谢谢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寻找疯犬之旅，想要寻找到最终的目标疯犬。我们就先开始第一个挑战吧。本轮挑战中，大家领取狗哥礼包的规则是每人对狗哥一句彩虹屁，但是在这个队列中，有人拥有反转卡，遇到有反转卡的人，狗哥则需要按照指定要求进行反向安利疯犬，安利成功即可获得下一关的线索。谢谢，你好瘦，谢谢，向往的生活瘦，那还好。彩虹屁说了吗？谢谢，你都不用我夸你吗？谢谢夸。不太好意思，要夸了才能拿的呀。不太好意思。又瘦又可爱。谢谢。不太好意思。一个黄渤帅哥了。每一个生命的成长到最后都是一个喜剧的结局。别，对不起博哥，对不起博哥。啊。狗哥，本狗的红山的风犬。反正《风犬少年天空》就很好看嘛，对吧？大家也知道，这 B 站弹幕那么多，脸都挡没了，真的。是吧？对，我就是狗。我就是狗。还有一张啊！我还有一张线索卡，能用本狗的方式对我说一句惨的屁吗？哎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人又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不给我？三楼，这不就是三楼吗？对，三楼，这里就是三楼。这个有啥用啊？哦，应该还会有线索啊、哦！好嘞，谢谢。反转卡，用动画版蜡笔小新。风犬少年真的好好看哦！谢谢。犬啊、哦，是犬。乒乓球三楼，没想到 B 站这么多玩的，这应该就是第二章的一个挑战的啊任务卡，限时2分钟内对打乒乓球，只要乒乓球持续30秒不落地，即挑战胜利。期间彭彭需要快问快答，一心二用。那现在开始了，两三二一 ，OK。狗哥平时看 B 站吗？看，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？英雄联盟、王者荣耀。最近喜欢看哪部电视剧？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。好，长高还是变瘦？长高。最近瘦了多少斤？最近瘦了20斤。想对17岁自己说什么？说真帅呀、啊，谢谢。不当演员的话呢，会做什么？
可以当个 UP 主啊，非常欢迎。高中时期文科还是理科，哪科成绩好？文科，语文。高中最大遗憾是什么？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啊。最喜欢哪个品种的狗？老狗。对，我就是狗。重庆话学了多久？重庆话学了一个多月，后面就给自己重庆话打个分。六分。六分。你也不要难过了，米光，你老还会好起来的。给自己中二气质打个分。啊，十分。你想对你的对手说些什么？好强啊！你觉得自己能赢吗？嗯，不能。本来就赢了的，真的。17楼，哨啊，这个哨。哇，总裁房，猫，来来，你先。哇，哇塞，哇他就比较哎。哎，那个任务卡我看到了。啊啊啊！好。哎，光顾着。流氓。这一关第三关是你画我猜挑战，每人限时3分钟，双方累计猜出20个，即挑战成功获得线索，挑战失败我们两个都会接受惩罚才能获得线索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养小动物的人被统称为什么？就经常帮他们这个铲屎。铲屎工。嗯，铲屎什么？铲屎官。对对对对对啊。啊，然后那个天气冷了要干嘛？多喝热水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一个我们经常用的表情包，这个表情是5个字，就是我这个表情。嗯，就是你现在这个表情。黑人问号。还有一个字，这是什么？黑人脸问号。黑人问号什么脸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是什么？脑袋。还有个说法它叫什么？头。对，你看手。手叫什么？还英文。英文啊，我不懂这个梗。这个啊，过跳一个跳一个。这个经常弹幕里会出现的一个这个4个字，这是什么？一键三连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它是一个街机游戏，然后它有97、98、99、2000、2001。拳王。对对对对对，唐僧师徒的2师兄是谁？猪八戒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怎么？我现在站着的很是弯的还是什么？很直。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性别的？男。直男。对对对对对。弹幕里会有什么什么？干杯。哔哩哔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的姓。你的姓。做上这个动作叫什么？大鹏展翅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对杨过他们的剧叫什么字？小神雕侠侣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形容一件事情就是与标题不符。挂羊头卖狗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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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他走的步叫什么步？猫步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形容笑得特别特别温柔，像阿姨笑一样。姨妈笑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前面你第一个对了，最后一个对了，然后是姨母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时间到，然后现在是答对了12题了，还差8题，然后现在换位。好的，你来，交给我。哎哎，到我来表演。哦，一般都说什么什么什么出道 ？C 位出道。我是一个什么性别？男。然后我这个年龄段是什么？男孩。年轻点。男孩。对对对。啊，看过海贼王没？海贼王是去寻找什么？梦想。不是，叫财富。换一种，宝藏男孩。然后的话会经常粉丝给你，我这样子
打我。啊，粉丝给你是打什么？打胸口啊？不是，打 call。鹏鹏好帅，鹏鹏好帅，哎，对对对。哦，有看英雄联盟对吧？嗯。五十血翻盘那个战队叫什么？OMG。你肚子饿了会干嘛？咕咕叫。饿了会点外卖，饿了会瘦，吃饿了会吃饭。是你说的那个，但是前面第一个字要换一个说法。恰饭。有没有听过一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？排球。你自己在风拳里面，绰号叫啥？老狗。这个有点难说。好，停止，时间到了，19个。是二位，是柠檬。对。哎，18楼。18楼，走呗。走走走，18楼。这么多柴犬，好，大家都在热烈的欢迎你，咱们狗哥来了。在这些柴犬里面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还把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，就是小 H。小 H 在他们里面。真的。也不是 H， 这杯也不是 H， 换一个 H， 这个好像 H， 是不是你啊 H？ 他好兴奋哦。你踹我，那应该不是你了，我。啊，这一定不是 H， 一定不是 H， 怎么回事呢？你又不是 H， 你怎么长得也有点像啊？其实小 H 没有来，节目组的阴谋。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们是真的狗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应该都有看风犬嘛，那么呢，希望大家给风犬这部剧啊，还有给我们的鹏鹏多多关注，一键三连，一键三连。哎呀呀呀呀！模仿表情包，默默流泪。找一下感觉，瞬间变脸啊！他凶我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小姐，他凶老子。哇，这个很难吧？所以一栋楼都是 B 站，好像不止一栋，不止一